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乡亲时代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新历的81年11月18日，旧历的10月14日，礼拜四。好，这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的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咪重要新闻。139关渡甲花坛三分路路口受到好大雨的冲击，道路崩甲真严重。县政府是紧急来动用着将近3700万，收修了后18日恢复着双向通行。陕西中央路二段788巷当地的进行道路修缮工程，乡亲向自来水公司申请延工，乡长苏伟俊陪同台水公司到场会勘，协调工线的工程时间。中华在地企业新人胖子小艇拍火兄弟，关键热显像仪以及特制多功能手电等消防救灾器材，和中华县的消防局。新闻头起先来看，包括山顶的139县道甲花坛乡的三分路路口，今年6月份哦，共受到好大雨影响。地势部分道路的路基崩崩起，真危险。县政府是紧急来动用着将近3000万来抢修，嘛头一届采用着预立地锚工法，和工程提早半个月来完工。18日嘛正式来开放通行。今年6月份的好大雨，造成花坛三分路连接县道139线的路口严重崩起，三分路嘛因此全线封闭，造成花坛要去分园就要坐一大阵。经过5个月抢修，18日早起正式恢复双向通车。当时第一时间啊，我甲咱处长、甲咱地方的民意代表来遮看了以后，真是讲起哦，因为那个窟窿真的很大，而且斜坡真的是非常的陡。那这条路阁是咱分园花坛真重要的这个连接道路哦。原本这个工程应该是到11月底才来完成哦，但是感谢伫咱林处长的这个带领之下，那整个工程团队非常用心哦，提早了半个月哈来完工。管护干部处指出，三分路口崩起是这几年来县内道路受天灾损害上严重的一届，嘛因为这条路的重要性真高，所以就采取预立地锚工法这种特殊的工法，除了整理排水路，嘛来防止崩起的面积扩大，阁用到3层的钢铁来固定，才会有今仔日的成效。那也采取了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工法，我们在第一时间之内，除了把这水扣好，怕它崩塌的时候再越来越快以外，那就开始用新的一个工法，用这个铆力的一个这个拉扯的一个这个重力，那以及我们做了3层的这个钢铁的这个固桩哈，那才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成效。因为天灾造成封路将近半年的三分路总算恢复通车，那方便花坛加分的乡亲出入，交通的便利对地方的发展都较有真大帮助。大专新闻丁向中华彩虹报道。过来来看，就陕西中央路二段788巷路面破损加真严重，公所将伫咧年底完成着道路修缮工程。不过，这个地区有住户是向自来水公司申请延工的工程。18日早起时，陕西乡长苏伟俊就来会同台水公司来到现场会勘，协调工线工程的时间。片面路修好了后，搁再重新来开挖。陕西乡中央路二段788巷路面破损情况严重，影响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公所将要伫年底完成道路修缮工作，但是附近有住户申请自来水延工工程。咱今仔吼，咱就会同自来水公司以咱公所建设局吼，来咱中央路788巷这个所在要来看，咱迄个自来水管挖的工程吼。那么因为这条路，咱有争取的经费吼，伫年底，咱会来甲这条路的路面吼铺设完成。因为这路面真歹，会造成咱乡亲咧使用道路上的不安全。那么因为拄啊好这时间点，自来公司吼，自来水公司伫这无自来水区域要来管挖，那么咱会同来看吼，希望讲咱自来水公司会伫咱铺设道路之前，先把这个钢的部分先甲完成甲接起来。
啊，咱然后来甲这道路铺设和完成，然后这路面会当较水。十八号上午，沙西乡长苏伟俊会同自来水公司的人员到现场会勘，协调工程时间。苏伟俊表示，为了避免重复开挖，无采公家的钱，所以特别邀请自来水公司到店来根据施工时间。自来水公司人员指出，若是沿管工程无多伫道路施工进程来做好，将会改接八条公线，未重新开挖已经做好路面。台中华新闻叶宏吴沙西采访报道。彰化在地企业新林纺织再一次捐赠消防救灾器材和彰化县的消防局。除了了现象仪以外，新林纺织的北产营董事长各专家哦，甲消防兄弟讨论，确认第一线的消防人员上届需要的个人装备了后，是来捐赠着600组特制德光灵手电以及强光探照灯。拍火兄弟手中提示一支买300,000的热显像仪，还有这支看起来很普通的手电啊。事实上是新林纺织北产营董事长用了很多时间才找到的特制手电啊。那个刘大队长提醒我，乖的，手电筒哦，最好是在浓烟里面能用。那我就他请一波啊，啊，想到了，想通了，就是黄色的光源手电筒，黄色的，为什么？就像我的雾灯一样。那我就请教人家卖灯泡的，他说有，台湾很少，因为没有人要求，所以他们就不做。那这一批呢，就要买以前，我就跟他说我要定做。被董事长指出，目前咱彰化县消防拍火兄弟装备算是相当齐全，但是有真侪个人装备，因为出勤的量真高，真容易损害，所以才再次来捐赠。事实上，小友大楼看到我心很痛。年轻的生命，他为了抢救我们的社会财产，跟老百姓的生命，所以呢，我自己打电话，就是问抢救科这边需要什么样的东西，是不是有需要我赶快来买一些什么装备，补足这次救灾的损耗。他告诉我说，县长很重视我们消防员的装备，所以现在目前的彰化县的消防装备已经是在台湾数一数二的。所以呢，可是他们当然希望说我能够转送他们更需要的东西。民间企业捐赠物资给政府单位，卖看是不是真正有需要。这回新人纺织捐赠总金额超过800,000的器材，就是事先甲拍火兄弟讨论确定了后才来捐，避免浪费资源。大众新闻张向中华采访报道。鹿港地藏王庙新起的消灾延寿灯灯的药师灯，信众讲只要摕手机的号码，就会当找到点灯的位置。讲过了后，做回来了解。伊即摆两阵风，会当做这个民意代表，我相信也做甲真好。把不黄力留在县议会，好不好？好。把不黄力送进县议会，好不好？好。筹算集不黄力，拜托大家。彰化正能量议会集战力，全民顾防疫，孤黄疫。欢迎回来新闻的现场，我是林桂英。明仔是拜五，也是旧历的10月15。根据通讯记载，明仔在位公在正当风，好时是早起9点到11点。另外有什么代志是要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
继续来看到鹿港地藏王庙十八号早起时举行消灾延寿灯的立会安置仪式，从今日开始哦，嘛来受理着信众的点灯服务。另外，展现着地藏王菩萨关心地方教育，庙方是特别关注着鹿港复兴方圆地区高中、国中小等十一间学校的教育经费，金额高达200万。鹿港地藏王庙消灾延寿灯十八号早起举办立会安置大典，法师甲志工伫咧现场念着药师经，气氛庄严隆重。原来是鹿港地藏王庙接到菩萨指示，要伫咧庙边啊起一座消灾延寿灯，殿内奉祀地藏王菩萨甲药师佛。提供予信众参拜佮点灯，祈求身体健康。咱鹿港地藏庙吼，咱就是因为有真侪信众吼，拢来地藏菩萨庙，要来参拜吼，要求身体平安吼。因为就是安尼吼，所以咱的菩萨安尼有指示吼，咱才有来起建这个消灾延寿殿殿。消灾延寿殿殿的意义，就是要消灾咱的罪业，延寿咱的福寿绵长吼。这全省各界也就爱信众哦，大家我来真正踊跃哦，来参与来加菩萨斗赞扬吼，所以咱今仔日伫新春年十月十四日咱立好社土要来安坐大殿吼，应该诶菩萨的庇佑咱就爱来参加，咱就爱来点这油丝灯甲来有来乐观咱诶这个酒杯哦，咱来永世留名哦。真实的小灾恩寿灯灯，油丝灯总共7000盏，采取科技点灯的模式，只要登录手机号码，地当找到点灯的位置，和民众找灯更加方便。民众吼，就来求菩萨吼，拢是吼有看病啦，还是讲你家父病房吼，要求性命吼，要来延寿的吼，菩萨吼就是讲吼，你拢爱吼过来求一下药师佛做，无就上一下药师佛经吼，所以吼咱菩萨只是讲无吼，咱就吼来起一间吼药师佛殿吼，来给信众吼来迄落延寿的吼，来消灾解厄吼，来求身体。秉持着菩萨慈悲精神，鹿港地藏王庙也借着消灾延寿灯立会安坐，一个好日子，捐出将近200万的善款，提升周边高中、国中小的教学设备。取自于社会用自于社会哈所以咱今仔日即位有11个单位有鹿港高中、鹿港国中、马明甲宏源国中，到鹿港的派出所，咱鹿港的这个中小学哈，鹿江中小学，甲文开鹿丁、鹿港国小等等，有11个单位来甲咱地藏菩萨庙咱要捐赠因要互因来。靠的囡仔吼，教会这鞋子吼，因为这个有一寡要电脑的，有一寡要纱窗的，有一寡要这个个停车这个个设备已经有落伍了吼，为了安全起见的话，陆续拢11个单位，咱这个单位拢总共这个我都拄10几万啦吼，敢若今仔日差不多要发这个个捐献的这个样的，拢都差不多要超过要200万吼。现场地方属性贵宾分级，大家拢真肯定，也真感谢鹿港地藏王庙对地方公益佮教育的付出。台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彩虹报道。由经济部联环局主办的百年度国民中小学职业联环创意72遍小剧场创作竞赛佮颁奖活动。来自全台湾各县市十座国小的队伍发挥创意，魅力演出。最后，咱鹿港镇的鹿东国小介厉害哦，摕到第一名的好成绩。鹿港镇鹿东国小将这零概念甲名侦探柯南结合，将这零知识用入去戏剧当中，佮较运用道具以及歌曲舞蹈的方式，介绍这零新店的好处，互人快速熟悉这零知识，印象深刻，得到冠军。小剧场72遍能够得到第一名，真的是不容易。其实我们这个社团，它已经经营多年，有王和群老师、陈立芬老师，后来我们又有游淑慧老师加入，
那平常他们都利用假日来练习，那老师真的是难能可贵。而且我们每年的一个剧团的比赛都有两三次不同性质的，那我们每一次都能够代表彰化县参加比赛，那小朋友也非常辛苦，也非常能够吃苦。然后我看到他们在练习的时候都是满脸的笑容，表示他们非常喜爱这个剧团。每一个囡仔透过那个拜年，将这些人员的概念深深地印在脑中，就连爸爸妈妈也来学习到这人的观念，运用在你生活当中。在摇的时候，脚要稍微打开了，你刚刚脚没有打开，你的那个节奏要一样，等气力往前倾。好，来，开始走。以前都会很害羞啊，可是经过这次戏剧社，我变得很大方，就可以很快乐的去展现自己啊。因为之前妈妈如果吹冷气的时候，她都是开25度，然后这次戏剧的时候，她就又把温度上升一度，调到26度。就由全国性的戏剧比赛，让小朋友自发性参与，为写剧本、场景甲道具对话设计，透过囡仔观点，将这点知识用多元趣味的方式呈现出来。台中华新闻林桂英、罗刚彩虹报道。继续来看到中华县政府加建筑师工会以及不动产开发商工会合作，邀请到大专院校以及高中职的学生参加绿建筑导游比赛，透过游戏的方式，让绿建筑的观念向下定根。利用青少年朋友真喜欢的桌游，要将有质量生态生连环、高档减少废弃物的绿建筑观念向下推广到青少年的朋友身上。我们共同来推动、来宣导我们的绿建筑的一个计划，让绿建筑这个概念能够向下扎根，达到我们绿能永续、节能减碳的一个目标。甲广府合作，这会举办推广活动的建筑师工会、甲不动产开发商工会同讲，希望活动会当让学生更加正确的观念，和生态影响的建筑观念向下定根，嘛进一步来了解相关的法规甲建筑工会。我院长就任以来，我们一直都每一年都委托我们建筑师工会去做一个在各个学校的一个做一个绿建筑的一个宣导，就是为了要向下扎根，而要学以致用。将来替我们食衣住行的住哦，这个方面哈、哦，打拼一下啊、哦、啊！记住，就是要慢慢的提升我们居住品质啊，还有环保节能啊、哦，这个很重要。广府建设处指出，这届活动是由县内北京大专院校加高中职学校推选32位政治学生参加桌游比赛，除了按游戏当中得到正确的绿建筑观念，也当得到包括 iPad 等奖品。大众新闻丁向中华彩虹报道。稍等下，带乡亲来去看河尾镇农会树建会举办着101年度市农教育的推广计划，带着河林国小的学生囡仔做回来种植一个有机的小黄瓜。大家好，我是 ACIP 委员陈怡君医师。预防性保护咱的意思是讲，注射人甲无注射人来比较，看会使减少偌济破病、严重的病，还是死亡的机会。预防性保护来需要经过足严格的试验，每种试验的方法无同，所以这资料袂使直接比较，还是讲上较好。民众会使注意预防性，拢爱经过卫生机关的审查，来确认安全甲有效，是有效国际的标准。国家提供的预防性拢是安全有效的。都会经过 ACIP 的专家讨论来决定谁会先注，会先注射的民众经过医生的评估，再来注COVID-19 的预防针，可以保护自己，甲保护其他人的健康。
欢迎乡亲，等来到中华新闻现场，来看到中华馆八一年度馆长杯武术锦标赛，来自馆内各小、各中、高中的武林高手，聚集伫咧河美高中的武术馆来比武功。武术委员会主委萧文雄嘛，专工颁发这个奖金，表扬今年专运会摕到三大金牌选手。河美高中武术馆组织来自馆内各级学校的武林高手，要来挑战中华馆一亿空韩立多馆长杯武术锦标赛。的县长杯啊，各位啊，中华县的选手啊，能够有很好的表现哈啊，为我们啊彰化县的武术啊再次的啊推广啊，然后我们全国运动会这个选手他是全国运动会的金牌，我们会里面啊今天也是加发啊10000块的奖金来鼓励哦、啊、这个选手啊，给我们啊县里的小朋友再接再厉。除了培养基层武林高手，比赛开始进行，主委也特别颁发奖金来表扬今年的专运会。替中华拼下一面金牌，三大选手吴之仪，就是中断了10年，然后重新回到赛场上，过程中其实蛮多辛苦的地方，主要是降体重的部分，因为降了10几公斤，真的每天都用意志力在撑，然后过程中就是要上班，要带小孩，那也很感谢我的家人、我的同事们的协助，让我可以在练习的过程中可以比较专注。有自己基础，无做选手已经10年，而且这个期间阁生了3个囡仔，体力、精力真正是甲做选手的时阵差真多。一开始原本只是想讲要挑战看卖，但是来到比赛的殿堂，较早做选手的基地马上回来，想要拼一个好成绩，所以未来有机会除了协助推广武术运动，也希望当争取到亚运的代表资格，为国争光。多中华新闻叶凤梧何必彩虹报道。河美振农会苏建会举办着百年度市农教育的推广计划，这届哦，公家和林国小来合作，邀请着吴佑贤老师，带着学生做回来种一个有机的小黄瓜。另外，再来安排行销体验活动，预备金额卖专属关乎中华家护中心。河美振农会苏建会伫和林国小办理市农教育推广计划。受到疫情的影响，顶一寒年度的面道甲这个寒年度的果仔泥斗阵办理成果发表会。那我们绿色蔬菜组的活动是跟和仁国小的小朋友来做体验跟行销。那小朋友自学习我们从产地到餐桌，包括我们四季豆及小黄瓜的学习种植，让小朋友能够知道说从种植到行销整个一系列的食农教育以及体验行销的活动。我们新的种植方法不是我们传统种在土里面的土根，而是介质栽培。那小这一次我们也是采用像这个，这就是我们的低件，我们是用使用滴灌的方式带领小朋友作业，让他们了解说我们新的农法啊，它比之前的土根用钩灌来说更为的节约用水。然后再来，我们这一次也不是采用惯型的化学肥料跟农药的施作方式，我们采用的是有机的操作方式。对，所以我们里面用的缓释肥料也是有机的肥料。那我们植物整株呢全部也都没有使用农药在操作，让小朋友知道说所谓的有机为什么叫做有机。吴佑贤老师指出，这次主要是让学生用新农法来种植有机的果仔泥，推广友善耕作的重要性，学生也因此学到真多物件。到农夫的辛苦，然后大自然是很值得我们去探索及认识的地方，然后休闲的时候就去走一走看一看，你会觉得大自然很神奇的。我要谢谢吴老师教我怎么抓虫，因为当我不敢抓虫的时候，吴老师就跟我说他以前也不敢抓虫，我听到这句话之后我就克服了抓虫的困难。我最喜欢吃的蔬菜是四季豆，因为四季豆真是非常的营养又很好吃。我最喜欢的四季豆料理是四季豆炒咸蛋，咸蛋自有咸咸的味道，四季豆也有甜甜的味道，
两个搭在一起简直就是人间美味。觉得种四季豆非常困难的地方就是那个肥料的比例，如果用太少可能导致豆子长不大，如果用太多可能导致土壤酸化，豆子会变得不好吃，而且每天还要巡视农田，非常辛苦。我觉得当农夫的真的很厉害。使用四季豆一定要煮透，给它煮得很熟，如果没有煮得很熟，可能豆荚里面还会有一些豆角毒素，导致你肚子会痛。我们种完四季豆才知道农夫是这么的辛苦，我以后吃饭绝对不会浪费粮食。学生除了画作海报以外，还有相关的手作绘本等作品来记录种植过程。谢燕如总干事指出，石龙教育除了安排种植体验以外，佮结合行销的工作，让学生家己卖产品，而且将所得转售关乎中华家父中心做公益。另外也真感谢家政妈妈协助，变出真侪美味料理，予大家品尝。在中华新闻叶宏武、何必彩虹报道。来关心客户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日的总交易量共有157公吨，平均的价格是每公斤20.6元。继续来看详细交易情形。油菜上价20.6元，中价15.8元，下价10元；高丽菜上价22.8元，中价14.7元，下价8.1元；苦瓜上价15.6元，中价50元，下价34.3元；冬瓜上价16.9元，中价12.4元，下价9.8元。花菜上价32.3元，中价28.5元，下价22.6元；芥蓝菜上价25元，中价17.7元，下价10元；包心白啊上价16.3元，中价12.4元，下价8.1元；葱头上价36元，中价26.7元，下价16.7元。菜头上价13.3元，中价9.8元，下价6.6元。白菜上价20元，中价16.3元，下价10元；番麦上价30元，中价29.7元，下价26元；牛肉上价19.9元，中价11.5元，下价10元。环境风场吹东北风，北部地区会来落雨，空气品质也阁算袂歹哦。咱中部地区哦，空气品质讲是一个良好的等级。另外，伫咧天气方面哦，拜五的水气会淡薄来减少，温度嘛来回温。礼拜假日落水气减少，天气嘛会回温转好天。北部地区日时高温来到25度至28度，中南部地区哦日时温度来到29度至30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我是林桂英，咱期待再相会。
Disney Plus 正式登台，范凯波大观屏，用大荧幕享受 Disney Plus。再享24个月无限看，还有独家大礼包，快拨0809-00658凯擘大宽屏。